大家好，我是西西斯杜旅房主，今天带大家来的地方是嘉义的北门印。这个北门印是古迹哦，所以保存得非常良好。现在虽然没有在行驶了，可是是阿里山公路总局所管辖的，应该是啦，嘉义。然后我们今天要来的是最新的航景点，就在北门深铁故事馆对面的沉睡森林，它是一个小公园，然后旁边还有一间我非常喜欢的玉山旅社。然后你看他们这边的特色就是所有的小动物都在睡觉，而且晚上会点灯哦。我们从那个门口这边进去，还有好几个出入口，然后你看里面还有一些就是可爱的动物，但是你看这个小石虎是沉睡的，超可爱的，360度转角，好可爱的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企鹅，可爱的企鹅，真的有人在睡啊！隐藏的景点就是这个小狐狸，小狐狸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就是沉睡公园的，就是应该是圣诞节的装饰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持续追踪西西斯杜旅的影片哦。在这边就要跟大家说拜拜了，拜拜。